佛说，有心者有所累，无心者无所谓。其实这个世界很简单，复杂的只是人心。人呐，何必想太多？这个社会，有人喜欢你，就有人讨厌；有人欣赏你，就有人鄙夷。何必为不值得的人生气？谁的话都往心里去。生活不容易，人生不容易，不要让自己想太多，想太多就是折磨自己。一条路走不通，要绕行，撞得头破血流谁心疼？一件事想不开，要搁置，想得睡不着觉谁难受？有些过不是你的错，别背着；有些事已时过境迁，别琢磨；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也别总是对自己要求太高。你是人，不是神，人需要休息，人需要喘息。活着，不要想太多，整日胡思乱想，耽搁时间不说，越想人越难过，哭，哭你自己，痛，痛你自己，到头来得不偿失，伤害的是你自己，到最后思维混乱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有那个时间多提升自己，安全感，自己给，需要啥，去努力。当你变得与众不同，自有人懂得欣赏你。人这一生太短，为自己而活，加油做自己，别瞎想了，开开心心过，别瞎琢磨。请你相信，你当下的所有付出都会在未来把你成就，你当下的所有孤单都会让你的人生更充实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